改造国会，改变台湾，改变的机会已经出现，改革的脚步开始起行。台湾已经长久无进步，自由改革将走得前途新的出路。过去有太侪无公平，需要来改变。咱要制定正当法，讨回无正当的东山。过去因一直拢替少数人的利益讲话，即届袂当阁让因阁乌白目。改变台湾需要对国会开始，改造国会需要新的力量。美丽五里子，屏东曾水鸿，彰化陈素元，南投彭辉胜，台中黄国书。2月7日，改造国会第一步。